本季到目前为止有三次的中继成功，防御率1.2，要来面对到富汉这样的3-4-5棒。第一球就出手挤压到，在右半边交给二垒手李凯威，哦，一上场马上就有声音上了，一球就能够抓到打者范国成啊，这样子就非常划算。棒次啊，没有太多的贡献了。第一球，好球进垒。讲之前3-0，在第三打席吞的老球是悍将打线团队敲出6支安打。你好，我好，他很好，3球3胜好，3振掉了蒋志贤，抓到两个出局数，都还可以很明显看到球旋转的缝线。嗯，但这些球确实引诱力十足，投垒漂亮。如果是维持这样子2分到3分左右的一个差距哦，在九局。什么速球先取得好球，这一球碰了一下，来看一下在中间方向的飞球带得蛮远的，不过进到了郭天信的管区。这个半局陈冠伟是投出一个3-3，也收下了中继成功，目前双方还是2分差。